在国外的社交网站上，一些外国网友总结了他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些设计、服务和细节真的让人震撼和惊讶。这儿的排水沟可以让雨遇上公交车司机罢工，不过罢工的方式很巧妙，他们继续拉乘客，只是不收客人的钱，既不影响城市的运作，又确实让公交公司感到头疼。日本的病号餐看完都想当病人，连井盖都设计的这么艺术感。 Most of the schools do not hire cleaners. Students do the cleaning by themselves. On the one hand, it embodies their gratitude toward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it helps for cultivating useful members of society. 日本绝大多数学校不雇佣清洁员，卫生全靠学生们自己打扫。这样一方面体现学生对学校的感恩之情，另一方面学习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日本的粉丝在比赛结束后自发留下清理看台上的垃圾，洗过手的水可以用来冲厕所，这样匠心独运的设计一举两得，节约水资源，上厕所的几分钟也可以换拖鞋轻松一下。 The toilets have special seats for babies, which brings parents a lot of convenience. 厕所有宝贝专座，让带娃的父母告别尴尬，轻松省事。专门设计的声音按钮感应你的到来，会自动播放大自然的流水声，完美的帮你遮住不可描述的声音。孔厕与使用中的厕所在电子显示屏上一目了然。 People will follow the rules, no matter how crowded it is. 上下班再拥挤也不会破坏规则。通过这张延迟拍摄的图片就能看出日本人对于排队规则极致的尊重。一女士掉入月台的缝隙，所有人合力推开列车将她救出。日本主播列车公司因为列车提前20秒出发，向大家郑重其事的道歉。自行车栏里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不好意思，我弄坏了你的车铃，非常抱歉。除了道歉，便条里还包了1000日元。在大阪，我不小心弄丢了袋子，等我回去找的时候，它被人放到了路边，而且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饮料罐上贴心的设计了盲文，口香糖盒里竟放了一叠纸，专门方便涂口香糖。一张调查旅客来自哪的表格，对比其他的贴的歪歪扭扭，日本人的整齐有序真是融进了血液里。我们看到的广告经常会注明图片不代表实物，但在这几乎真的一模一样。在日本的换衣间里一般会准备头套，这样就可以避免换衣服时弄坏妆容。出租车里有缓行的按钮，一按师傅就会开得慢些。自动售卖机里卖的全是新鲜的鸡蛋，超市里还有专门的冷藏储物柜，防止你买的生鲜化掉。宾馆里半明半暗的灯具设计，确保灯光不会干扰一旁休息的人。酒店还准备了好几种不同功能的眼镜，方便填住宿返回的客人。成田机场送给客人的千纸鹤全都是员工亲手折成，为客人带去美好的寓意。机场的工作人员按行李箱的颜色整理客人的行李，购物车自发摆放的整整齐齐，然后才入座就餐。停车场整齐的不可思议，这是一辆列车上的儿童专座，用来擦手机屏幕的纸免费自取，上面印着欢迎来日本。连为老人放拐杖的地都考虑到了。列车上的吸烟室方便吸烟的客人，热门的旅游景点全都安装了专用自拍设备，方便游客拍照。就这样把钱包放在外面安心的睡觉，也不必担心醒来钱包被偷掉。这38个日本细腻到变态的细节 Details can reflect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the humanisticcare of a country. We should abandon the prejudice and learn from it. 看过这一张张照片，有人说细节之处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和人文关怀。
我们该放下偏见向其学习。Someone said, we should not take a part for the whole. A small love do not equal to a righteous cause for a country like Japan. 也有人说，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日本这样的国家，只有小爱没有大义。Others said, the orderliness is the exact reason that sprouts 使萌芽 the abnormality of Japan, which we should not encourage. 还有人说，这样的气质，整齐和有序，正是日本普遍压抑变态的根源，不值得提倡。凌晨4:01刻断了网，日本一家酒店张贴的道歉启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